各位朋友啊，我这一次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帮忙，因为我入围了传说金星奖的最佳影片创作者奖，还有年度金星奖。然后从今天开始，每天都可以投票，所以希望各位可以每天都把票投给我呀。那当然啊，只要我得奖了，我答应你们的一定会做到，就是《爱里的次元突破》即将要在10月20号上市啦，所以希望各位努力上票给我，10月21号就能知道小明有没有得奖。要是我得了一个奖，我就抽一个次元给你们；得两个，当然就是抽两个爱里次元给你们。因为啊，如果我得奖，你们绝对是功不可没的成员之一，所以我希望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跟我一起同乐啦。连结我会放在置顶留言，点入连结之后，你就会看到最佳影音创作者奖，还有年度最佳金星奖。这两个奖项都投给小明，然后滑到最下面就会看到我不是机器人，勾一下，然后按送出。最后的确定名单，记得最佳影音创作者还有最佳年度金星奖，只要有投给我按送出就可以咯。各位朋友记得啊，你们投完票一定要来我的 IG， 点到左上角的这个贴文里面，你只要追踪我，然后标记三个朋友在下面，分享到现实动态，就这么简单，你就有机会可以抽爱里次元突破。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再过三天就要迎来我们的七周年版本，换句话说就是排位要更新啦。然后排位已经要更新了，我现在排位还在40颗星。哦，等一下，没有，应该是38颗，因为我已经两个礼拜没打排位。有看我影片的应该知道，因为我前一阵子都在忙那个新北杯的团练，所以我排位就都没有动啦。因为现在只剩三天啦，所以我打算趁这次拍片，直接从38一路爬到50。为了要赶上开季的星耀2啊，要不然我怕我跟大家落差太多，那我就不废话啦，直接进入今天的趴分日记 ，Go Go！ 这里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啊。而是如泥沼般的人心，其表无人知。精确的瞄准。哇，兄弟你还虚啊！Nice， 推得好。真的是四倍擦烂，谢谢。这人到底是海牛还是力挺啊？精准胜。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 Shut down. 正义我方，科里纳卡，这是我的命运，也是我的责任。靠腰，我超秀。干完啦，老铁，要被一波啦，操！到底要怎么玩呐、啊？帅什么队友？欸，我们最近粉丝好像蛮多的哦，把把都是欸。防御塔正在被攻击。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 新圣刃。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 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 单杀擦烂。如我所料。新圣刃。哎，兔子剩半血。请
球集合，轻卷扇，拿捏起来了，各位。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听下来，魔神凯撒已被击败。哼，正如我所料。哎，三小偏大挂机哦。哎，不是，外面烂就算了，怎么现在连自己人都在搞我啊？网络说好在打传说，好不好啊？星座的名字将赏给追随朕的勇士。白去只在朕的一念之间。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 Case by， 我方中路防御大，展开围攻期。我靠，这个顶可以啊，老哥！我方无门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粘到，带走。来来来，这书可以杀，可以杀，塔杀塔杀，预判，你还是得死啊，兄弟，心酸哦，闹干闹干，有哦，图轮上分密码哦，还是我们接下来全部都用图轮算了，但超爽的。上方魔龙被击败。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跑啊！我救你啊！好，你没了。追追追追追！再一只，再一只，双杀！牛，我牛！请闪人！好，制裁给我下下去，是不是？魔龙已被击败，让我小心对方在草丛埋伏。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神操作，漂亮！弹杀中路差距。
单杀，干，怎么有闪啦、来来来，这波要包，这波一定要包！哇，顶两个，顶两个，秀烂！来哦来哦，开抓，找到你喽！下课。专操爱丽丝，笑死！